挂着，踩到它，发力就是飞了。来，好，你现在是去点杠，不要点杠，我踩站，站加拉，好吧？来这边你不要这样子转它，不用，骑在前侧，记得。对，然后不要点的哦，直接站，不要变这种，好，直接站它，好吧？贴身站拉。对，好，来下面那一只，不要因为它轻哦，你就发力就用不同的方式，因为你重不是这样发力的，就是要重的感觉，拖、蹬、站，不要练习拿上来，这样抖一下，这样子发力完整。
这样，就这样，下课。亲啊，你要感觉亲的，你要做个亲的感觉。来啊，下课。
好，还是一样。按下就是，不要犹豫就好，好吧？那很多空间呢，它变成是不习惯那么快就。Thank you.
就是翻手。嗯。时间点，出走快，有没有？就完全没有犹豫了。然后，膝盖也是拮抗的，拮抗，拮抗好，踩高，延伸，有没有？这个就是最精简的做法。嗯，你看，很精简嘛。然后这边我一直每次都膝盖很膝盖，极限就膝盖了。一定要伸直，你看伸直之后，你预蹲才有空间呐、啊。对，预蹲。好。